空气也好。来，洗了。打扰了各位贵宾，为各位贵宾送上唐先生亲手制作的莲花钟。等一下莲花会开哦。哦，整个妈妈就会整个开，对，很特别吧？你看，招财好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他因为是我们常客，所以我才麻烦你啊。你看，你一出手，搞定了。每次叫我来，你总有理由的，你。这就是。王师傅，怎么了？老板，怎么事？客人说这道菜的味道跟他以前吃过的不一样，所以他还是想请唐老板亲自下厨。这不可能啊！我已经解释过了，王师傅，我说这是老板亲自做的，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呢。去道歉，给他们多加几个菜。啊？花过来，送你吧。上次送的还没谢呢。这酒怎么样？把这瓶酒都退了吧。哦。喂，干妈，我是小兰。小兰啊，中午来餐厅吃青菜吧。好啊，跟你爸爸说说话吧。小兰电话。小兰，是你小女儿啊。她现在啊帮你经营餐厅，做得很好。她约我们啊今天中午一起吃饭。小兰。喂，爸。爸，我是小兰。小兰啊，那中午见吧。中午见。哎、好。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平儿。对，